整齐划一，飞跃、翻滚、旋转，用充满力道的舞蹈表达两个帮派相互较劲，但双方一对年轻男女却坠入爱河，宛如现代版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新竹县演艺厅经典再现著名音乐剧《西城故事》。音乐剧万岁在新竹县文化局促成下，由在地杰出表演团队多元对话人声室内乐集、洋音乐集、儿童合唱团和西畔舞团共同演出百老汇三大音乐剧精选曲目。如果反应良好的话，我们会在以后呢会用本土的故事啊、本土的音乐啊，然后用本土的乐团来表演。首度尝试集结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，一年多前开始筹备工作，并且花费数个月培养默契，让优美歌声、活泼童音和精湛的舞艺完美结合。还不错啊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看那个音乐剧的，对，所以蛮兴奋的。我觉得一个多元的对话以及多元的表现，那再加上音乐舞蹈的一个配合，让我们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尝鲜哈，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看，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。现场看比较有可能就比较感动，就比较生动，然后会比较融入那个剧情里面。音乐剧是结合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歌曲，甚至还有特技杂耍等复杂的舞台表演。新竹县上演百老汇经典曲目，让民众不必出国就能感受音乐剧的迷人魅力。